在这个金三角附近哦，我们其实有一个这样子的建筑物，就是要为了纪念，就是这个皇后的60岁大寿的一个建筑物。当然，这里边呢，我们看到有两座很高的这个大像，然后还有这个牌匾。那是除了金碧辉煌之外，其实对本地泰国人来说呢，都有很重大的意义。那他们相信呢，只要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哦，在这个大象的画像 ，OK， 在大象的这个石雕的这部分呢，走三圈的话呢，你就会带来就会为你带来很多的好运，所以我们一起来走三圈，好不好？三圈，那就已经有指示给你，就在哪里走到哪里。还蛮累一下的。回到来这个地方，我们还可以往楼梯上面呢走上去。楼梯上面走上去呢，就会有一个平台，让你在前面呢就拍了一张很漂亮的照片。那现在我上去了，你要不要帮我拍照片？去外面准备。